出动我们的大卡车，把我们拖掉肇事的车辆脱离现场，并做后续的清理动作。肇事车辆已经脱离了现场，那由后续其他单位进行我们其他设备的检查。现在我们看到后置人员进行遮灌杆的修复工作，以及现场零件的处置。公务单位先行清理路线障碍，对方视角停街以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，因现场尚在抢救以及收证，临线列车行经该平交道需30公里慢行，并确保抢修人员的安全。警察除了在现场拉起3层封锁线，在现场放置急诊牌，展开撤退草图，录影收证，访查事故原因及收集肇事者资料，并派员调查受伤旅客情形及造册。台北检车段派员检查4184列车编组，确认4184列车编组行走无碍，先行调入对方站内停放，需回送台北检车段检修，通报4184乘务员及对方站。铁路警察在现场采证告一段落后，正请示检察官4184是否可以放行。我来先。4184收到。坑安呢？
然后那边变掉，啊，结果我们在上个桥桥变成桥上。对方的，对方的名字叫多少名字啊？工地上到几秒？来了。今天比较大，我们改观完毕，作用正常。这个冲的。工地上到官方接比较大，遮断杆作用正常，谢谢。此时后置人员完成遮断杆更换及测试，平交道作用正常。我们看到公务单位正在清理散落一地的碎片，以免影响行车。平交道事故演练告一段落，请各位给予热烈掌声。